真不管了。你听到我的？罗奎大厦，我现在充满力量。那里有一个难以寻找遗像。果然，那就拜托你了。
那么拜托了。你来了，找。总之，皮肤好像变得粗糙。啊，谢谢你，大侠。村的自己实力果然不同凡响。冲脚团。嘿，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。具体的内容为师大。